我们要做多久？这个推拿跟他们有什么？又按照他们怎么样的？要只要有人在这里，对他们都是一个压力。对，叫妈妈放松哈，妈妈放松，放松，轻松，不要紧张哦。放松，不要用力，叫妈妈放松。没有做什么，只是把肌肉放松而已哈，放松，再放松一点。这样一个环境你看看，我不知道我妈妈舒不舒服，但是我的家属也没有觉得很舒服。对啊，可能其他家属就是把人放着就不理他，就是你知道有些现在有些人就是把家人就放着啊，就付个钱然后也不会来探望什么的，他们也习惯这样，这样对他们最轻松嘛。有点，那我觉得那都是有点放弃，不像江大姐，你会很照顾你妈妈，很关心的、啊。可是这对他们而言，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的、啊。我讲夸张一点说，他们现在想要哈哈大笑啊，想要怎么样都不行啊。我们也，他们现在干什么，跟我们好像也没太大关系嘛。他们要笑、啊，就是有外人在都不方便啊。哎呀，对呀、啊。真的会是这样的，像我有时候办活动，我们那个营本部啊，关起来我们都还是很随便啊。今天只要有外人来，就是工作人员，甚至是工作人员的朋友来，有没有？嗯、我们都会做做样子的、啊。这样。我讲真的，我是很实在跟大家讲，我不要跟你讲，跟你说私底下有没有？嗯啊、大家就是。就是说我们都是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开放。嗯，啊，当时只要有外人，啊，这个外人甚至不是学员，也不是什么，就是说，假设大姐你的朋友来，嗯哼，好，那大姐跟我们熟，我们就很随便。啊，但是大姐的朋友来，我们大家都会，就是会感觉说，哎，不要乱来啦。对，这是我们自己在相处就会这样子。嗯，好，相信比你是办什么活动啊？你是办什么活动会在？红军啊，我们会办营队啊、嗯、就是带小朋友去露营啊、嗯、啊，露营我们不是都会有营本，不是工作人员的地方嘛、啊、工作人员可能都会有朋友啊、嗯、甚至他可能是别个大学的学生、嗯、我是文化大学嘛、嗯、啊，然后我的朋友我们的学员啊、嗯、那不是工作人员，可能有淡江的啊，淡江可能他自己的朋友来找他、嗯啊、我们在里面就会变得很比较安分，然后东西可能用丢的有没有？啊，别人说拿的了。我讲实话啦，这个是我们当工作人员之后才会碰到的、啊。是是。对啊。嗯。那讲话到喂喂喂的，别人会说啊，大姐大姐，他、啊、本来说喂、欸，拿去拿去，啊，别人大姐什么的，就有都会感觉有一个外人在，你就觉得放不开了。嗯。对啊。说真的，那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在做的时候，在营本部啊，学面也衣服穿着很整齐。然后我们在营本部啊，有时候是穿着那个，因为天气很热，有时候没有冷气，就电风扇。男生通常是那个穿着那个什么内衣有没有跑一跑去？啊，工作人员女生在啊，不管他啦。啊，女生大家穿得很好啦，啊，男生就穿得比较随便，因为大学生嘛。就穿一个内衣啊，或者是说穿一个薄的 T 恤啊，因为太热了。可是只要有那个外人，就是说朋友的朋友来啊，嗯嗯哦，大家都要忍痛把衣服穿起来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一走啊，就衣服都脱了。对呀、啊，
可能大姐没有接触到我，我们那种就是比较，对啊。所以有时候想想哦，他们也可能也有一个压力在啊。像我在工作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我那时候保险，我们里面都不能抽烟，没有其他人的那个同事都还在抽，那、客人一来，哪一个敢抽啊？就算你知道这个客人不会告状，你也不敢抽。时间很长了、我再把它做一下运动就好了。这只脚比较需要动。那只脚还好。就是怕耽误你太多时间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做那个，要念那个东西给你。啊，等一下可能没办法呢，我要去医院。啊？我等一下去医院。今天礼拜五哎，你不是礼拜一、礼拜三不行，今天礼拜五哎。我知道，但是就是因为我要去医院。啊？哦，牙齿。对，我要去医院。哦，你临时出来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因为我记得礼拜一、礼拜三你都有事嘛。对，下礼拜就没事了。这样 ，OK。对。哎，那你牙齿是昨天你那个？没有，昨天去朋友生日啊。哦，所以吃到那个牙齿痛。吃的，我昨天我们去吃牙齿料理，哦，那个很火气耶。哎，那个又酸又辣。对，那个很火气。泰式料理，我们去泰鼎，反正就是一家泰式料理吃到饱的那种。哎呀，糟糕！昨天吃到8点，那个9:20，因为10点又被客人叫回来，做到12点。那我跟你讲。我发现我那天好像也是吃泰式，也是吃这种酸酸辣辣的东西。是啊。我觉得这个要小心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了。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个食物方面，就是不要上火的东西？应该。我觉得是因为上火造成的，而不是你的那个牙齿。所以你如果可以吃点凉的东西。